大家好，又是我 H&N 的 Yan Yan。 我自己一个人呢，通常就是那些买东西啊、化妆啊那些这样的节目的。那今次呢就不单止一个节目，就有12日连续的节目啊。那呢我们就会做一个 12th day of Christmas 的Vlog 嘅 12 Days of Christmas 咧，除咗係嗰首好煩嘅聖誕歌喺度數禮物之外咧，其實就唔係12月25日開始先至計嘅。跟住咧，即係好似中國嘅年初一咁樣啦，12月25日就係年初一，跟一路咧就12日，每日又做啲咩咁樣嘅，就好似我哋咁樣初一到15咁樣啦。咁但係佢哋就到1到12日咁樣嘅啫。咁就唔係1號開始計嘅，就係耶穌誕生嗰日開始計嘅。咁咧，第12日咧，好似話就要拆啲聖誕裝飾嘅，如果唔係就會有咩惡魔啊咁樣嘅。咁但我哋就將呢個12日吞前，就由依家數到去聖誕節嘅。咁我睇下我哋今日做啲咩啦。今次我第一次拍 vlog 啦，人哋啲 vlogmas 咧就拍24日嘅，咁我就減半啦，所以就整咗呢個 12 Days of Christmas。而家就出去咧買禮物嘅，不過其實我一早已經買咗啦，係喺 Carousell 度咧就買咗啲嘢嘅，咁而家咧就去交收啦。交收完成啦，睇下買咗，加翻去咧就可以包下去啦。我自問咧就係一個環保人士啦，咁點樣可以又環保又過聖誕咧？咁所以我而家出發去咧呢個救世軍嘅家品店去睇下有咩二手嘅聖誕裝飾啦，咁咪環保啲咯。依家就係二手店啦，我哋一齊去睇下今日有冇尋到寶咧。有啊，聖誕裝飾啊，耶！大成功啊！睇下，其實仲有好多嘅，有興趣嘅就自己嚟睇下啦。咁買完曬嘢，梗係要去飲下咖啡噶啦。去邊度好呢？後面呢間冇，梗係去啲特別啲噶啦。我哋去揾啲特別啲嘅嘢飲。在大坑就找到一間很型的咖啡店，入面那個沖咖啡的很漂亮的，你們都走到來幫襯一下吧。 Day 1 就是這麼多先了，那就明天再見吧，拜拜。